由于很久没有更新《贞子起源》了，因此让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。争霸带着贞子姐妹们、管家以及小蛋哥、小白蛋，坐着汤马士布鲁斯的接驳车前往了武斗大会会场。在争霸能力保护下，大家顺利的通过了死亡垂直悬崖考验，最后成功的来到了汤马士一族的武斗大会会场。但在签到处签到的时候，现场人员居然说儿童组报名的人有五位，而多的四个掌印，一看就是贞子的四位妹妹的手盖的。奇怪，我并没有帮他们报名啊。究竟四位妹妹们是什么时候盖上掌印的呢？时间回到了报名截止的前一天。当时管家盖好自己的掌印，准备将儿童组以及成人组的报名表拿去交给汤马斯布鲁斯的时候，四位妹妹突然出现，看到报名表上的掌印觉得很有趣，因此也很想盖掌印在上面。不行啊，我的小公主们，你们的年龄还没有符合武斗大会的儿童组的要求。啊，时间怎么已经这么晚了？小公主们，我得先把报名表拿去交给布鲁斯了，你们先自己去玩哦，我等就回来。OK， 你确实收到报名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谢谢你，回去路上小心。有你的这句关心，便是我回去路上最好的护身符。哦，好，好哦，谢谢。他是来撩我吗？应该不是吧。管家有点尴尬，所以就赶紧回去了。但正当布鲁斯准备跑出真 C 族的城门时，四位妹妹竟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跟着他。怎么，这些小妹妹们居然跟上我时速80公里的速度？这不是公主们吗？请问找小的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该不会你们也想报名吧？可是报名时间好像过了。但如果你们能拿什么跟我交换，这样的话搞不好就还有时间可以报名哦。哎呦，小小年纪就能如此懂事，不错不错，来，盖起来盖起来。原来是你搞的鬼啊。我给忘了。爆你的头，把我的照片回来。算了，既然都爆了再取消也不好。小宝贝们，爸爸只要求你们一件事，千万不要让你们对手受到重伤哦。我没听错了，原来只是他会让对手受伤吗？希望对到他们的小朋友们都能平安无事。阿弥陀佛。太恐怖了吧，贞子妹妹们有这么强吗？因为他们还不像贞子那样会控制自己的力道，一不小心敌人的头可能就停，在外面不能播出啊。真是一族、儿童族和成年族已全数报名完毕，比赛场次以及顺位将于30分钟后公布于竞技场前广场，在此之前大家可以稍作休息，或是让小弟我直接带你们前往广场也可以哦。顺带一提，往广场的路上很多摊位都很有趣哦。好吧，我们就边逛街边往广场的方向前进吧，这样子也可以趁早观察一下你们的对手有哪些种族。好，走吧贞子。于是布鲁斯带着一行人逛了汤马斯一族的市集，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前往广场。过了20分钟后便来到了汤马斯竞技场前。哇，好大的竞技场啊。真的很大呢，看导览图的话，竞技场中间是广场，围绕着广场居然有 A 到 E 5个比赛场地呢。这个地方你应该很怀念吧。嗯，还是跟我10年前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一样壮观的。那既然已经送到了这里，小弟我就先告退了，祝各位小选手们旗开得胜。拜拜布鲁斯大哥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call我，我随时都在。不用了，你快滚吧。走吧，上了这些楼梯后就到咯。于是一行人便雀跃地朝楼梯顶层前进。当他们到的时候，广场上早已有许多种族的人在那边等待，有每次都出现的暗黑一族、电钻下巴一族，还有他们看起来很拽的小孩，也有一些貌似是新种族的人来参加，还有他们看起来很拽的小孩。天线一族也到了，还有他们看起来很欠美的小孩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刚进来的贞子他们身上。哇，人好多，怎么都盯着我们看？而其中甚至有一些人开始朝他们走了过来。怎么办？他们该不会是要来打架的吧？你是第一届武斗大会成人组的冠军吧？我可以跟你要签名吗？我也要。诶，
只见大家就像小粉丝一样热情的将珍宝他们包围住。请问我该牵在哪里呢？你牵在我头上吧，我再也不洗头了。这样真的好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不得不说，你当年的比赛真是太精彩了，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你最后那浪漫的告白，真是太帅气了。哈哈哈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告白？我想知道叔叔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啊。惨了，因为作者一直叫我真霸，不小心就在他头上写上真霸了。哎，换我，换我，您就牵在我的屁股上吧。这个，请容我拒绝。就在真霸慌张地帮大家签名之时，比赛场次以及赛程表也即将公布。究竟贞子他们会对上什么样的对手呢？敬请期待喽！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一直要我爸配短音的哎，结果他一直拉长音。